欢迎继续收看《开播大中华新闻》。为了帮助弱势长辈减少后患，长虹教育连续五年甲洪德老人福利基金会合作，带着长辈到超市采购年货，以陪伴旧物来代替赠送物资，希望透过活动，让长辈会当多多甲外界接触。特地要过年啊，洪德老人福利基金会时段特别来到超市，要来采购年货，提前感受过节气氛。洪德基金会，我们在寒冬助老活动已经连续办第十五年，那每年都会有各系列的主题。那我们今年呢，是跟长虹教业这边多年来五年的合作，那我们是带今天有带我们居家服务的一个长辈跟个案一起来这边做办年货的事情。那办年货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来讲很尝试。我们自己想象办年货，它会是从可能买一些腊肉啊、香肠啊、糖果、饼干等等。但其实对我们这些比较弱势的长辈来说，他们购物的部分可能会购买他们的生活必需品。但我们办年货这个主题，当然不是只有为了希望补助他们购买商品的这个部分，更希望是让他们借由踏入这个卖场，达到社会互动跟他人互动的这个可能，是希望说也让社会大众知道有这样的人需要帮助，但更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响应洪道这样的活动。并且在和乡里回馈社会力量，长虹教育连续五年支持洪道的寒冬助暖活动，除了准备安保给长辈救补以外，也号召员工做伙参与，陪长辈做伙来采买。社会就是老化的很快了，那我也希望说我们能够在这个部分呢尽一点心力。当然我们还有支持，比如说那种儿童的啊、弱势的这样子。那洪道因为我觉得说他们有就配合的也还不错，然后希望说我们因为透过这样子的活动，然后能够带给一些长辈这些温暖。当然我觉得它时间很短，但是我也希望说这一点点温暖不止温暖它，也温暖我们自己。然后也希望就是说我们带这些年轻人来，他们也有更多同理心，然后这些同理心在他们身上可以起一些作用，然后可以影响到他的家人，然后甚至于这他们的下一代，然后也希望说对这个社会能够有更多帮助。透过外出采买活动，和平常时踮伫厝内独居长辈行出户外，除了家己来选择要买什么年货，搁较好大家来接触外界生活。台中华新闻林桂英，罗港彩虹报道。